最顶端之后，再把帽子的部分塞进去。塞进去之后，再把两边的扣子扣起来。扣好之后，再把袖子的部分卷起来。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拉链啊？因为它要连接口袋变成背带啊。哇，看起来好厉害哦！这样不会觉得不舒服吗？不会啦，这是高品质产品耶。接下来再把外套倒过来。把两边的扣子扣起来，现在我们就可以放进我们的东西了。要再记得把扣子扣起来，现在就变成我们的包包了。大头，那你现在就可以把它背上啦。好。哇，这个背起来好 fashion 哦，我也想要买一个。是在网上买的，刚好实体店面哦。可是我不喜欢这个颜色啊。反正它有很多颜色啊，它还可以客制化，所以我可以客制我喜欢的图案吗？没错。那我赶快去看看吧。这项产品结合了包包及外套的功能，解决了携带不便及收纳不便的困难。哇，欢迎加入衣袋风流，一起走上时尚潮流。